发疯可耻但有用。不快乐。妈，我一个头的衣服啊，送给你妹了呀。哎，你用不起我的雨鞋当我的东西啊。你平时有啥穿，送给你妹刚刚好。我要穿啊，谁喊你给穿的啊？受不了了，我要发疯了。你叫那么大声干啥子啊？大晚上你叫啥子哦？神经都要摔我了，再差不好摔了哈！马上安静！哎呀，不要丢啊！哎呀，不要丢，去死！滚啦、啊哎！你把那个快递电话给我，给我。喂，师傅，你到哪儿了？哎呀，你不要坐，等等。No, rien de rien。师傅，你不要拿走哈，等下我。老朋友了，还傻子，你没时间他干啥子？好吧，没经过检测的允许不要进今天的房间哈。还有你们哈，没经过郑小芬的允许不要进郑小芬的房间哈，难不得。真的，想想都吓人啊！发疯果然有用，演得轰轰烈烈。既然我的好友不稀罕，那试试我的恨。我恨你！你把我这个小朋友弄丢了，不是我抛弃了你。拜拜，拜拜就拜拜，过去了。谢谢你们。从早到离开我，我本来就是一块冰，谁忍我的话我。不就是发高烧爆出十斤吗？我一个人也可以。头好痛啊，哪里发烧啊？我都这样了，他还不关心我。你们听好了，从此以后。求求你把杰哥还给我，还给我。小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别难过了。好哥呢？这是我在抖音上成人双十一好物节上提前买的。囤了好几箱，还是零成本，也没负担，好会用划算。走黄牛抖音商城，或直接点击评论区就能购买。还有很多好物，低至9.9%，而且10月20日起还有很多大牌好物放假，一键立减，不用套上一身券，更省钱，你可以选选。跑跑跑！可是一个人的世界太孤独了，我报复心太深了。没关系啦，你还有我。我会把他从我心里删除的。谢谢涛哥的饮料，但是我的心里容不下其他人哦。小时候的烦恼，就这种运动服丑死了。哎呀，穿啥子嘛？别的小朋友都穿了漂亮的公主鞋，为什么每次我都穿这种运动服啊？哎，美女，你那是童装，穿不出去。哎，他是我女儿，他才是儿子。啊，12岁就这么高，都快1.7米了。不是我不给你买呀，你怎么着穿不下去呀？哎，这个童鞋也漂亮，穿这个男子吧。我也想穿好看的小皮鞋。好，大家换位置吧。在等你回应，打波又亲吻的问题。